一个温柔而有力量、充满着韧性的角色。他是一个很多事情都藏在心里，然后会一个人去扛下很多东西的人。能感觉到所有人都在往一个方向使劲，都在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，一起努力为了做出一部好的作品。这接着后面一整条了吧？你有什么资格？为什么走这儿呢？我要出画吗？具有量手。哎呀，快去！这儿就开始找。我是简墨，是四年后的你。这么离谱的事儿，联系。杀人！杀人！小心！是你杀了他五次！江夏，江无知啊！拍戏的过程，我是沉浸在这个剧本的世界里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仿佛就是要对整个世界报复的感觉。简墨这个人把我掏空了。当他离开我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是空落落的。我们马上要杀青了，杀青快乐！演员徐子英杀青，我们江湖再见。